我们看到这个题目，求根号 3x 减 y 加3等于0与 x 减2等于0的交角。好，那么在这里我们注意到 x 减2等于0，这是一个牵直线，牵直线是无斜率，所以我们无法使用啊这个 tangent theta 的公式来求两直线的交角。因此呢，我们采用另外一个方式，就是啊这作图的一个方法。首先呢 x 减2等于0，这是一个牵直线在这里。那么根号 3x 减 y 加3等于0，这个直线斜率呢是等于负的负1分之根号 3， 那么也就是根号 3。 好，那么斜率呢是等于斜角的 tangent 值，那我们假设呢这个直线的斜角啊是 alpha， 所以呢这时候 tangent alpha 是等于根号 3， 那么我们就求出啊这个 alpha 呢是等于60度。好，那么这直线的斜角是60度，我们把它画出来，那么这里是60度，那 x 减2等于0呢是牵直线，这个是直角，所以呢我们就求出啊这两直线的交角 theta 就是30度。因此呢这两直线的交角有一个是30度，那么另一角为这是180度减30度，那么这是等于150度，这个答案。所以呢这两直线的交角有两个，一个是30度，一个是150度。